马上了哈。你这个脚以后是大问题啊。还没出血呢。好了哈。挺大的一块，就这块你自己能解上来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像你现在不给它修出来，你吃消炎药根本就不好用。放松一点，也不疼哈。紧张吗？挺害怕的。但主要问题这个是不疼。好了哈。对，去完了。太快了是没感觉。没感觉。